有到巴东、巫山、奉节、云阳、巫溪、万州、开县的这里买票了。买好车票，车站上车，流动服务方便大家。工作人员请注意，北京开来的特63次列车开过来了，正在进入三站台四道，请工作人员做好接车准备。下一站就是武汉，这心情忽然有些乱，想起了那年的春天，和你离别在汉口车站。下一站就是武汉，这季节樱花正烂漫，你是否也一样怀念樱花树下的初次相见。各位旅客，列车前方到达站点就是本趟列车的终点站武汉车站，有在武汉车站下车的旅客请提前带好行李物品，做好下车准备。在此我仅代表本次列车全体乘务人员向您致以最崇高的敬意。列车运行前方到达汉口站，有在汉口下车的乘客请提前做好下车准备。这里是武汉地区金融商贸对外交往中心，汉口欢迎您。